比它再更新一点，但是因为它多了 HIPAA 滤网，多了清净功能，多了联网，但是有些客人他在买除湿机，他会想要买单纯的除湿机，对，那我自己也推荐单纯的除湿机，两用机功能绝对下降，所以考虑它。那它的试用瓶数会装到30瓶，那就表示假设我家30瓶，我开启之后它可以全室使用，我不需要变成小空间。那第二个方式，今天我进去小房间的时候，它的除湿能力就会非常快了，因为它的试用品数很大，但是我却把它关在小房间里，大材小用，那你就会变成很节省时间。公升数的部分它是24公升，然后日本制变频，对，就是可以参考这一款。家里有现成的除湿机吗？隔壁人家。你说这个算是国际吗？还是 LG？ 哎、欸，我不知道。家里国际啊，国际的啊，有我们家的，我们是综合柜，是。哦。对，然后觉得不太够。